实在就是 SUM。大家好，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一台2016年的 Fiesta。这台 Fiesta 它比较特别，它是 1.0 运动版的，然后也只有运动版才会有这个水蓝色的颜色。前面一样是类似 Focus 这种马丁头的设计，底部两边都有一个雾灯的功能。因为这台车它是运动版，所以它轮框的配置是16寸，然后轮胎它来到了1950/16，运动版才会有这样16寸的那个。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，然后这台车 Fiesta 它虽然小，但是它基本上大部分的功能它都有，一样有这个大灯自动启闭的功能，跟那个手动调整那个大灯高低的，这边一样有一个音量的快播键，然后这台车的里程跑65087公里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小萤幕，底下一样是一个跟 Focus 一样的那个音响主机。再来下面它这台车它有配备恒温的空调，然后跟 Focus 一样，排档上面有一个做换挡的一个按钮。它后座我前面已经调到我的坐姿了啦，后座的表现就是一般般，大概就剩下三个指头啦，还可以做一个大人没有关系。全车一样都是一半是皮，一半类似这种像是麂皮的这种绒布椅，它是绒布椅，只是它做的就是很像跑车化座椅那种麂皮这种样子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是运动版的，它这边有一个 S， 然后还有一个 Eco 这个节能的标章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后车厢，一样它的后车厢也是很重手，那它后车厢的表现，空间表现也还 OK， 就跟 Fit 其实也差不多。前车主买新车，这台车是一手车，他这个也还没有丢掉。那我们可以听一下他后车门的那个扎实感。然后这台车它是 1000cc 涡轮增压直列三缸的引擎，那这台车一样有我们 ES 的认证，它就是代表说它没有泡水，没有重大事故，也没有车体板件那些更换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认证。那这台车它是运动版的，比较特别，所以它会比一般 1.6 的 Fiesta 价格来贵上许多。那这台车它在我们官网的售价是439,000元，然后我们店的地址是在彰化县花坛乡中山路1段220号永大汽车。如果你有想看这一台车，都可以跟我们预约来赏车。然后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。实在就是 SUM。